半新狙击，入股不亏。追星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爱豆王青。新羊隐藏任务，回答开始前不做解释，向微信圈内好友发起接稿挑战，好友接上成功则挑战成功，否则挑战失败接受惩罚。啊，就是要给圈内好友唱首歌嘛，然后就附龙飞。我感觉我朝他们骂我，你给瓦哥发个微信，给我回一下。一闪一闪亮晶晶。认为秀外现场中最有挑战的一场戏是什么呢？哦，哭戏呢，哭戏呢，哭戏好有挑战。剧中你最想尝试的角色是？罗华，我想挑战刘一彤。假如遇到像邓琳那样主动追求示好自己的女生，你会怎么做？啊，不会像冯浪一样，不会像冯浪，冯浪有点没有那个边界，对。请问本浪躺在法医解剖台上的时候，王青内心的 OS 是？周行，快点把我那个盖头给掀开，因为太闷了。有没有感觉很阴冷？没有阴冷，因为那个房子大概有这么大吧，然后挤了几十号人，不会有阴冷。假如你有一张很珍贵超难买的德云社专场票，却被汪苏泷不小心搞丢了，那么你会？那当然索赔了，天价索赔，对，赔我一整个德云社。一夜暴富和长生不老，你会选择？一夜暴富。长生不老，还一直那么穷，活着就没意思了。那假如一夜暴富之后，还会早起赶通告吗？通告还是要赶的，不早起赶通告，怎么告诉你们我中了头等彩票呢？炫耀比什么都强。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快乐。假如你做副业开餐厅，会邀请谁入股？为什么？近两年的话，郑业成吧，或者刘维都可以。对，因为我知道他们挣钱了。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露出坏笑呢？坏笑，我不会坏笑，我就好好笑。拍戏的时候有很多吃戏，那么请问你是怎么保持身材的？拍戏的时候不用刻意保持，因为每天五六点就起床了，然后半夜一两点才收工，回去还要背台词背剧本，一天只睡三个小时的话不用保持身材。剧中冯警官一边举哑铃一边查案，是导演要求还是自由发挥的？导演要求的，对，我特别不想脱，我也不想露，然后导演说，哎，这猛男就应该干这件事情。你应该体现一下男子汉气概。我就这就很难参嘛，他说对，我就拍了。如果收到好几条59秒语音的微信时，你会就忽略，假装看不到，就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就像这种60秒方阵式的语音，我基本不听。有急事的话就打电话。请用抱怨的方式说自己的一个优点，就是我的比例太大了，我的身材比例、身高比例，我的头也是，我是一个正常1米88、将近1米90的这个整个身材比例，但是。你要知道我的头也是很大，然后就是如果不拍全景只拍特写的话，我比别人要大一号，就是我太大个了，也是优点，因为走在路上的话可能别人你会更容易被别人发现，但是拍摄的时候就不是优点了。粉丝说这部剧太短了不够看，想问今年还有其他的剧或者工作安排吗？哎，有，这个要说一下，对，据听说，据小道消息，这个消息我说了3年了，小道消息那个夏天新的那个神雕侠侣会播，对，一个古老的剧叫《我的爱如此麻辣》，据听说小道希今年也会播，这个消息我说了3-4年了，对，希望它能够实现。粉丝提问：青哥有没有考虑过给粉丝上个户口，亲自取个粉丝名字可以吗？这个东西聊了好多年了，算了，就这样吧，让他随遇而安就好了。黑户吗？黑还黑户，顶着李现的头像，我爱你，然后顶着那个呵呵各种，然后我看到像什么易烊千玺啊，那个出镜率最高的有几个，李现，还有一个叫李现的现女友，然后给我回复，青哥我太喜欢你了，我说呵呵那个什么世界什么最爱秦霄贤什么的，当时我看到了，他们都有各自的归属，对，不需要我，就是别的不说。又希望我能看到的私人留言，就因为在我微博有私信嘛，起码要做一下功课好不好，不改名字换个头像也行啊。我每次看到就是我通过我的粉丝我可以了解现在时下当火的男艺人都有谁，对，背头，因为最早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有商量过说要把头发放下来还是背上去，我说背上去吧，干净利索一点，我说因为我放下来太小了，就本来年纪也不大，在20几岁，然后放下来之后就显得年纪特别小，所以就全都背上去了。小青青，他回了，这算失败了是吗？没事吧，哥，就是我要唱这个歌，然后你要接着唱就行了。对，但是你没接着唱，然后就有个惩罚就是让你就是通过微信给我发个红包，然后给他们看一下，我要发给他们工作人员。造句小精灵，艺人根据编导给出的3个词语迅速造句。我在月子中心碰到了我的男朋友，不合适吧？
哇哦，王青的腰围有1.2米。你穿着淡黄的长裙，清醒地对我说：“我要吃红烧肉。”夫人您好，我是这个养猪场的总裁。冯浪带着你去的是找塞班，是这个吗？塞班。请回答碳水针，一人手持碳水针回答颠倒提问。碳水针根据被测试者潜意识自动通过交叉分开来回答问题，被测试者无法自行控制仪器。王青会喜欢云警官还是请法医？云警官请交叉，请法医请分开。云肯定云警官，对。这个微波片段自己寻找，嗯。我万万没想到我们拍出来是个删减版。我解释一下，我们的剧看起来没有那么连贯，然后剪辑可能有些问题，是因为后期为了播出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对，然后想看完整版就要看自己的那个脑力了，就是你要去别的地方把它拼凑起来，然后看你能不能在剧中把它拼成完整版。有没有过想要删除的黑历史？有请交叉，没有请分开。基本上都是黑，哎哎。我会检讨自己做的所有事情，我而且基本上是剧也好歌也好所有东西也好，我今天做了今天超满意，但第二天翻过头我就会觉得哇，昨天我做了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所以真相也是，我拍完的时候我会很满意，觉得哇，这是我演的最好的戏了吧，等我翻过来再看成片的时候，我会发现一堆我需要改善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能够回去改我都会去改。对，更喜欢粉丝叫哥哥还是叫老公？叫哥哥请交叉，叫老公请分开。他可能不会懂，真的没有，要么就是老王，要么就仔，要么就儿子，就各种，反正没有哥哥也没有老公，此生难忘的一个经历。之前我也会给我朋友讲，就是我有粉丝，就是母女两个人一起来，然后那个小姑娘性格还特别好，就直接爸这我妈，我说当时我就站起来了，我说阿姨好。就是总会有这种情况啊、嗯、然后反倒叫老公的特别少。我总会在我的微博发现别人的女朋友，像李现的女朋友，什么易烊千玺的女朋友，她都在我微博里。我的微博下面是一个好像公开了就会震荡整个世界的感觉，一线男艺人的所有女朋友都在我微博里。有没有经常照镜子感叹自己的身材？有请交叉，没有请分开。哎呦，这经常照镜子是有，没有感叹过，就好差。以前还可以，但现在特别差，就有多半年没健身了吧。想了解我的最新资讯，就关注微博一只追星羊，等你来聊。